他是不听从父母的话，是因为父两个孩子，有一个圣诞节，圣诞节他来到教堂，要叫上教堂的小朋友们好好啊，这等到碰碰的，哼，小孩子们都去哪里啊？去了上教会吧。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圣诞节。小孩子们，今天是圣诞节吗？是。哦，我要想办法，啊，把教堂赶出去。用什么办法呢？用什么办法呢？哦，对了，有好孩子了，我要挖一个洞在这里，当小朋友们从教堂出来的时候，之后都掉下去。哦，我是聪明的孩子，看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在这里有一个机会，啊，哎，耶，好啊，哦，有人来，这里端起来吧，哦，他是小慧。我不想去地狱。请问上天有地狱吗？
九中学校的老师。请问他是谁？阿明。阿明吗？他在哪里？他在你的地方上。他在这里吗？一二三，没有呢，没有呢。他在哪里？楼上面。上面吗？没有呢。在旁边啦。在哪里？在旁边啦。左边。旁边吗？在你下，在你后面，在你下面，下面。你来吧，来吧，出来吧！为什么？我这个都没有错了。没有错。请问大家，阿明有没有大草会？有。我不是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不要骗我！你为什么常常做坏事？孩子们，没有跟我玩。因为你每天做坏事，到底你身体有什么东西？菜管、猪肉和鸡肉啊？不是不是，胡说！我给你看你的心里有什么东西。不要明说，跟我说，你的手合起来，合起来，你低头，低头啊！我痛呀痛，低头，低头，低头，太低头了，再一次，低头，低头，一起打到天父上帝，叔叔上帝，我是不是叔叔？再一次，天父上帝，爸爸上帝，天父上帝，天父上帝。天父上帝，天父上帝，上帝知道我的心灵里有什么东西，上帝知道老师的心灵里有什么东西。不是我的心灵，是你的心灵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我向耶稣的命打告，我向耶稣的命打告。从现在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各位小朋友们，从现在一起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
我不要紧。
天堂。就将要进天堂。耶稣救救我。耶稣救救我。可怜我吧。可怜我吧。可怜我吧。耶稣救救我。可怜我吧。可怜我吧。耶稣救救我。可怜我吧。耶稣救救我。可怜我吧。耶稣基督，阿弥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醉了，我想要去天堂，救救我，我不为你去地狱。阿弥，我爱你，我为你的罪死了。如果你相信，你相信我，如果你相信我，你不会受审判。从现在去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从现在开始为主的一生去找位。耶稣，我也爱你，你是我的主主。耶稣啊，我爱你。大家你们相信我吗？相信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相信我吗？信耶稣的人不会去地狱，可以到天国去。在天国没有死亡，我们永永远远快乐的生活。所以一定相信我，礼拜天一定到教会去做礼拜。祝你上帝的祝福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耶稣，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。阿弥陀佛，耶稣。好。再见。